大家早安，这个是我答应大家早上的景色，非常的一般，没有特别，但采光还不错。我们现在的行程规划是，我们先去吃中餐，吃完中餐之后，我们可能逛一逛，没那么热了之后，我们就出发奈良去看路。第二天的第一餐，我们来吃 no pork 一兰，之前吃到的一兰都是猪骨汤，然后这个是方碗，全部都是牛肉的，之前都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，原来在新街桥这边那么热闹的地方就有一间。不过要跟大家讲的就是，这家一兰它是没有电梯可以上楼的，所以如果你有娃娃车的话，你要自己把它扛上楼了。我们到一兰这边，它有提供一个婴儿座，很可爱。终于吃到方形的一兰啦、啊！没错，是牛肉，没错。这份点是清淡版本，因为我想说等一下给石头里吃一点。它虽然是清淡版本，但它也是非常的油，所以不要觉得它会变得很淡。没有，它就是还是很浓郁。为什么筷子那么小？什么意思？很小，不就很小吗？嗯。你的应该是弟弟的筷子哦。这很幽默哎、欸，不错，我觉得牛肉的一兰蛮好吃的，我之后应该有看到的话会想要试试看。现在人太多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拍照，但我可以用录影的方式让你到此一游。那你要跟顾立果一样一下下吧。哎、欸，放归放，但是不要放开娃娃车哎、欸。那我们现在就下来这边坐车，准备要到奈良神社里睡着了。太好了，我就说要买便当吧。买便当个屁呀、啊，吃面包就好了，我们有面包，你吃完牛肉很饱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一直想吃吃看日本面包，日本那么好吃吗？太硬了。喜欢吃硬的吗？你干嘛、啊？我在跟你讲面包，你跟我讲什么？不是，但是还没醒。我们不可能是来这边自己喂鹿吧？我真的很担心他会不会被鹿舔醒啊！下一个行程就是让鹿吵醒小小的一点啊！他不可能我们在奈良的一整趟行程都没醒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太看得起他了。你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？忘记了。那是跟谁来？就忘记了。我来帮你洗回忆了，老公。好哦，谢谢哦。那种阵阵的鹿的屎味，你闻到了吗？动物的味道，你不要讲得那么不好听哦，就是有一阵阵的鹿味。我现在已经抵达了奈良的东大寺，你看这一条商店街路上就是全部都是鹿，人鹿共生啊，这好像野生动物园，就这样走过去哎。不过大家要小心的是，地上很多便便，千万不要去踩到便便。我看那些鹿都还看人的手上有没有饼干呢，可是我没有看到有人在卖鹿饼呢，奇怪，以前到处都是卖鹿饼的摊贩，但是怎么这次都没有看到？终于看到有人在卖鹿饼了，那我们就来买个两包来看看好了。我饼干都还没拿到，他们就已经靠近我了。来了，老公，等一下我会怕，我会怕。你没有饼干啊，你不用怕。啊，好痛哦，好痛！他咬我的裤子，他会把我的裤子脱下。Do you want some?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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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好累啊，好痛。他会咬我，他好不友善哦。弟弟在那边冷眼看着这一切，也太可爱了吧！他们今天攻击力很久没很久没了，我没有了，不要再过来了。你看，他们就冷静下来嘞。这么快，我刚刚喂他，他真乖。嗨，你好，你可以让我摸摸看吗？你好。我觉得夏天不适合这么早出发，大家一定要在差不多四五点之后再来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五点了，我还是觉得超热的。好啊，要吃你哦。好，你好，小鹿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怕我怕。这个地方地板上太多鹿的便便了，你不要走一走就蹲下来。前面那边是一群鹿群，我们去看看吧。Hello Hello， 先 Hello Hello Hello。你看这只鹿的鹿角超级大的，可以摸摸看你的脚吗？你好，哎呦，好，那我摸一下好吗？哦，毛茸茸的，你有很漂亮的鹿角哦。我刚以为后面有一只鹿角掉了，在这边，结果原来只是树枝，那只鹿在攻击他们。我发现这边的鹿，不知道是我太久没来了，有点忘记了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好像很会自己找东西吃，是不是因为现在观光客在喂那个鹿饼的很少？对，我觉得奈良这个地方还是蛮有趣的，然后我也很喜欢看他们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在吃东西的样子，而不是一直追着人跑。他们都是一群很健康的鹿，而且很友善，来的话不要像我老婆那么害怕，他们真的没有那么可怕。不过如果你在鹿的后面，你要小心，我很怕它踢就对了，一踢的话可能会受伤。
你最可怕了，比鹿还可怕。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跟鹿群拍照，其实拍的非常的久，大概二三十分钟有哦。像这个鹿啊，它都非常的亲人，可以让人在旁边这样子拍照，非常推荐大家来奈良，可以来这边跟这些自食其力的鹿拍照，它们反而比较好控制，很好玩。我们结束我们的奈良行了。鹿好恐怖哦。那如果还有机会，你会来吗？会。你会？你会来干嘛？来被吓？因为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啊。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这边有分东西两侧出口，那我们刚刚看的是我们要在三号出口出去，是东出口的地方，我们就出去了之后发现没有电梯耶，然后问站务人员，他说只有西出口有电梯，要我们再进来绕回来。所以大家如果带着娃娃车或轮椅出国的话，重点就是要先找电梯。某某伞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以为你们会走错路，然后我刚刚做了很变态的事。什么事？我用我们之间的定位，我想说哎哎大家应该要急的是，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有不设定位？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高岛屋楼上的东洋亭。默默嫂说这家的汉堡排好吃，因为我之前跟默默嫂曾经去吃过一家汉堡排，是它有个小铁炉，然后自己煎的。它帮你把表面烤好之后，里面是生的，然后你要自己把它夹起来，然后自己再煎一煎。但那个时候后来很累，因为它铁板就那么小块。那这个汉堡排默默嫂说也好吃，那种日本洋食的那种味道，试试看。这个是它的前菜番茄，好，我现在已经切一半喽，它是去皮的啦，沾一点番茄酱，好，蛮特别的，台湾没有吃过这个味道，有处理过的番茄，就是好像有煮过，所以比较软，然后它就配上那个沙拉酱，很好吃。好神奇哦，这是什么料理方法啊？它在冒泡花，它是香喷喷啦，很赞哎。默默嫂，你好像推荐了一间很厉害的店哎。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，哈，原味。OK。哇，这看起来超级好吃的哎！它是用煮的吧？我感觉是炖的。我感觉它可能有先煎过之后，然后拿去炖。但是它不是那种酱淋上去也那么简单哦，它是一整包进去里面烘的。哦，它里面是全熟的那种，就有些汉堡排里面是生的嘛。这个加到饭上面应该很好吃。我喜欢。它没有那种酱汁很死咸的感觉，因为它的比起像酱汁，比如说汤汁吧，因为外面不是那种很勾的酱，但它比较稀一点，因为是一起煮的，所以又不会说没味道。我觉得它吃起来反而有一种觉得没有那么负担的感觉。所以如果你不爱吃生的话，你就可以来试试看这一件，因为这一件它里面的熟汉堡排，然后配酱汁，真的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我点的是汉堡排上面有加 cheese， 它的 cheese 是那种会牵丝的 cheese， 所以它吃起来就是跟肉会混在一起，不会说你 cheese 都融化然后都不见了。这样配饭真的超赞的，根本就可以淋上很多碗饭。默默想点的是鲑鱼排，看起来很厉害。你不是带我来吃汉堡排的吗？就像我昨天在牛舌店吃了咖喱。哦，这好像牛排哦，怎么看起来那么像牛排？那鲑鱼排我试试看，没有鱼味。哇，它的鲑鱼排也可以点哦，也很好吃。它的外表真的恰恰恰，里面很冷，好吃的鲑鱼排。第二天的晚餐，辛苦了，默默今天工作很累，晚上见到我们也算是疗愈，我们有疗愈到你吧？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，就是当我觉得很累，可是看我爸妈更累的时候，就觉得我的人生也在很好的。OK， 我们吃饱了，我们剩下来说晚安吧。默默姨、小小李，晚安。好，我们快走 ，Go！ 赶快，让他不会。我们现在找到一间廉价超美味烧肉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老婆，快点餐吧，我现在真的非常的紧张，因为他现在睡得很好，至少让我们吃到几块肉吧，弟弟。再给我们20分钟。我们点了一个午间的特餐，然后另外点了一个和牛的套餐，黑毛和牛，这看起来很高贵耶，我的妈呀！你要先吃便宜的，不然的话你到时候会有一点反差太大。全放下去，梭哈了。梭哈梭哈，好，我们快点解决这边午间的套餐，一般的牛肉就还不错了。意外的觉得油脂超丰富的那个很好吃耶，因为它不是和牛，它不会有很腻的感觉。对，它就是肉跟肥的刚刚好，它嚼劲可是不会有很柴的感觉。那随便找的烧肉都蛮好吃的。烤和牛之前，我们还先把网子换掉。首先，我们先烤的是很特选的这个部位，我们这块要留到最后烤，好紧张哦。有一点脆脆的，但是也是一咬它就化掉了。油脂的香味非常的香，然后有一点回甘，就是大概吃个两块差不多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觉得吃普通的肉就好。如何？
你看特别有上一个这么油哎，我觉得刚刚小的那个比较油，因为我们可能都把油花剪掉了。狮头牛要有一点焦焦的，哈，因为它有点焦焦，然后有一点焦那个焦香味，然后会有一点脆脆的，它就不会都是油油的，就是化掉的这么快。这个说法我没有听过，可是我觉得你说的有你的道理在，因为有时候烤得太深的话。你只是吃它的口感就是入口即化，但是你要真的吃到牛香或炭香的话，还真没有像焦焦的那么香。对，我觉得可以上，可以最后留几块，然后稍微有一点点焦焦，但当然不要那种超回答，就是一点点就好了。外面有一点上色。对对，今天最惊艳的还是它一般的午餐特餐的牛肉，就是吃一般的就好了。好，干杯一下吧。辛苦了，辛苦我们了，顺顺利利吃完这一餐了。刚刚在这间板吉百货逛完了，它这间板吉百货是专门 for men 的。我跟大家说，我觉得它蛮好逛的。通常精品不是都是女生的包吗？可是里面都是很多精品，但是都只有男生的东西，所以等于是你不用在一间大精品店里面只有那一小区有男生的，它是一整间店都男生的。直接来这边逛其实方便很多，会省蛮多时间的。在它旁边的就是这个 Hi-Fi， 我觉得它也蛮好逛的。它的五楼就是一些男生的品牌，它的那些品牌我都还蛮喜欢的，一些日牌，大家如果有来的话也可以看一下。现在来到这个是什么 Shabuwala？ 这个是上次 Ariel 说因为莫常他来吃过很好吃，我就跟莫常说，那你也带我来吃，因为莫常还没到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定位在哪里。好恶心哦，你们之间的友情我真的不太懂。窒息的友情。好，莫莫常来了。趁他睡觉，赶快走喽。对对对，趁你睡觉，莫莫常也知道了。够。他懂了。刚刚服务员把所有东西都收走，然后莫莫常就说，那个可以留酒单给我吗？我就是酗酒啊，怎么样？对 ，OK， 终于有人跟你喝了。哇。先抹了一层油的 sukiyaki， 我点的是寿喜烧，沾点的是一个柠檬烧烧，我看起来很好吃哎，而且我已经闻到柠檬香了。对啊，这个是芝麻酱，然后这个的话是柚子酱，这个汤不能在正中午的时候喝，因为在柠檬会黑。就是你说你喝进去之后，然后你再晒，你会变得更黑。对啊，有这种说法吗？大家在下面帮我留言一下，我不觉得哎，我刚刚喝了一口那个汤，哇，它真的是酸的。你会喝到一个酸味，你喝喝看，你喝喝看，是酸的哈。我以为它是柠檬香，就它是柠檬酸。盘肉的油花非常的美啊，这样肉会比较香是吗？它刚刚会先烧那个锅子，让它很烫，然后下去就是有点炒一炒的感觉，不是炒一炒，就是立刻加下去。第一块肉特别有这个肉香出来。有点像食堂火锅，这是视觉的想念呢。那么早你可以拍我，我不是你可以拍我了吗？啊，谢谢。它的肉不会有那种很腻的感觉，油花很均匀，它的寿喜烧的酱是偏稍微甜一点，它寿喜烧本来就是甜甜的。那你知道是因为在关西吗？是吗？关西是吃偏甜，就有点像台南。对对对对，就是你在东京吃的寿喜烧，可能味道会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我很喜欢的。我们吃的其实是一样的肉，只是它的 shabu shabu。你带他出去走一圈，为什么他要带东西回来？我傻眼。他指定要的。他就这样走过去，然后要伸手，然后说你想要哦。哎，我觉得他长得很像他，是一模一样啊。这个长得一模一样哎，好好笑！这是他的宝贝。我们原本是打算带去居酒屋喝一杯酒的，但是这个小子 hold 不住了，他真的需要喝奶奶回家睡觉了。我们这次来找你吃了三天的晚餐，希望你有开心，希望有疗愈到你无聊的生活。我人生是有多无聊？我怕你在这边没朋友啊！也很感谢默默桑这三天帮我们找的这些东西都很好吃，谢谢默默桑。我们从食衣住行开始，食你印象最有深刻的是哪一间？寿喜烧，推荐大家可以去那一间吃吃看，那间味道真的还不错。衣服的话，我觉得跟新斋桥比起来的话，每一天比较好逛。对，每一天好逛很多，而且它的布鲁是超赞的。哦，他在那个 Hi-Fi 的那个布鲁是很惊艳哦，我很喜欢。是一个很舒服的宝宝和妈妈的休息空间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这次住就是很便宜啦，然后位置还蛮方便的，在阿帕。好啦，我觉得还 OK 啊，反正就只是睡觉而已。对啊，那我们现在在都市的话，就是要搭大众运输。我觉得
弟弟在搭地铁好像还好，因为人来人往他会很有兴趣，可是搭飞机因为大家都坐在位置上，他就会比较不安分。总之呢，这一趟代表行结束了，也很感谢默默桑的相伴。默默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们的不离不弃。是我们半强迫吧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。